马上请出今晚的主礼嘉宾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百里博士 JP， 连同三位上届珠宝小姐、政副主席、一众执行理事会成员进场。哇哦！香港珠宝震动全球。香港咁好高兴啦，今晚可以嚟到呢度啦，同大家。希望大家今晚尽兴如归，好多谢各位嘉宾，多谢。I know, I know, when I compliment her, she won't believe me. It's so,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't see what I see. 香港珠宝汇水古今中外文化的优点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选美的活动，发掘气质、美貌与珠宝占知识兼备的形象大师。有冇心水先？有冇心水？有冇心水？一兩個一定有嘅。有三個嘅。係。哇！包括有。所以太多啦，唔好講。有白珍珠喎，又有好狂野啊，做gym 嘅。都好期待嘅。尤其是集中喺中間呢啲 number。The winner of my favorite Miss Jewelry 2017 is number 9, 陳詠希小姐 Haley。佢為呢加冕咧，可以話係有呢個祈福同埋有呢個添福添壽嘅作用啊！開啦！係六號嘅 Yuki， 恭喜曬六號嘅佳麗可以成為我哋最後一位進入我哋五強嘅佳麗。你覺得乜嘢嘅類型嘅珠寶會啱我？啱你嘅話，係啊。你會揀鑽石定係揀愛情啊？兩樣都要咯，有咗愛情就有鑽石嘅啦。影相先。好，請我請三位影張相先，望望中間嘅攝影師。香港珠寶小姐冠軍係五號 Kimi 劉子希。恭喜曬五號 Kimi 劉子希，佢係一位馬來西亞人嚟嘅，咁佢嚟香港之旅咧，就係想尋找佢嘅夢想啦，尋找佢嘅人生啦，最主要係尋找佢嘅愛情嘅。多謝曬咁多位珠寶界嘅同業支持，令到咧珠寶小姐選舉咧咁成功、咁精彩。希望咧兩年一屆啊嘛，兩年後再見到大家。And you feel like falling down, I'll carry you home.